大家晚上好。首先我今晚要介绍我是苏东坡了哦。首先就是说我讲我之前我的身体的健康有几样哦。我的脚啊，我早上起身是我脚板很痛，痛不要紧，是我下楼梯的课哦。人家下楼梯的课是一脚就一课，第二脚第二课，我不是，我一个脚一课，第二课还站一样一起，不能下第二课，所以我就用了 SNE 来讲，有两天是不是？哎，我觉得我的脚，哎，一个脚可以站一课，第二个叫一课，哇，我觉得高兴很松了咯。当我第三天的时候，哇，我就好像很轻松，我都没有觉得可以上下很快。当我第四天，我一脚两课可以了哦，哇，我觉得哇，这个 SNE 帮助很好咯。我的脸，我的耳朵，这边声音看像漏流这样哦。我去剪头发，那个老板娘讲，哎，他就叫我四哥的了，哎，四哥，好像不对路哎，我见他每次跟你太这边哦，你那漏越深越大力，越深越大力，他讲，哎，你要小心哦，中钳子哦。哎呦，我给他吓到了，哎，这样好，但是我服用 SNE 嘛，我就不要紧了，我就跟他擦。两个月消到完，我的血糖高，我的上线就唐先生哦，他之前几个月跟我讲 SNE 很好帮助，哎呀，我想到好了，去找他了，也不用等了了哦，等了都慢了，所以找我的上线，然后他我就去他的家，我没有去问他，我说哪一个来吃啦，我就吃了 NNC， 我的血糖就下，但是我吃的时候。一个礼拜上，哇！我说哇，这样搞嘞，我就再吃，我下。但是我的血糖啊，最高峰的时候19.4，但是我用到今天3个月多了，我6点多7点多，